开局就要1800。大家好，我是立秀。立秀啊，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队伍啊，也是身经百战啊，见得多了啊。虽然视频啊经常会被人批判一番啊，但是也是乐在其中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国服第一司马盾呢、确实啊让我眼前一亮啊。队伍已经从物理层面啊上升到了精神层面。投稿的朋友来自2672服的明月招财猫，大家有三战的有趣内容啊，也欢迎投稿。既然是国服第一司马盾呢、那么主将啊肯定是司马徽了啊。这里司马徽啊全智力加点，用武通神啊和士别三日啊，满红成群。全统帅加点啊，带的是藤甲兵和军民啊，漂亮。而狗货哎，荀彧这里啊，智力加成啊是很高的啊，高达 2.38， 但毕竟啊是王佐之才嘛，因此安心打辅助。而且啊，说的是第一司马盾啊，那么司马徽肯定得是主将咯。因此这里荀彧啊带的是刮骨和风石阵啊，漂亮。整个队伍的技能啊和伪司马盾啊很类似啊，但是牛逼点啊在于有隐藏的属性。战斗时啊能让对方玩家精神受到 100% 的震慑，持续1到60分钟啊。而且无论战斗的输赢，战斗后有 30% 的几率转发该战报啊，漂亮。下面看战报啊，这一场就遇到了满红甘太成啊。豪取490战功啊，漂亮。司马徽输出了3700。这一场打的是蜀盾啊，我们士气比对面少了整整17点啊，不算。司马徽输出了惊人的3800，漂亮。战报太多了啊，结果都一样啊，都是不算，我们就不浪费时间看了啊。最后再看一下号里面其他队伍啊，这是一对魏棋啊，技能它是拆了啊，但是可以看出来原来是组了一个经典的魏棋。还有一对张辽夏侯渊的霸头棋啊，看来号主啊也是氪了不少钱啊。然后还有一对白马的甘太成，漂亮，顶配了啊。守而必固啊换成挑衅，也是不错的。还有一对顶配的蜀之志，这一对国服第一司马盾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啊。喜欢和立秀聊天，每晚10点啊来 B 站直播间永久免费看号配将。那么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